小霞，小马，唐小霞，啊！你怎么横冲直撞？你没长眼睛啊？不是我，你棉那块金属的话也是钯金的，戒指呢？是不是这个呀？哎，你看，你都给我撞裂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赔给你吧。赔？你拿什么赔啊？ 这是我老公用珍稀矿石给我定制的，那既然是矿石，我就拿矿石赔吧。口气倒不小，你家里有矿啊？他家还真有矿。我看是什么稀有矿石。这是铜矿石，而且有些氧化，不是什么珍稀矿石。放心，他家赔得起。 你一个小演员，你懂什么？我老公说了，这是没有被发现的新矿物。你刚刚说这戒指是你老公专门为你定制的，嗯？可是刚人家只是稍微碰了你一下，这戒指就掉下来了。如果真的是什么珍稀矿石，这戒指的尺寸未免做的也太草率了吧？你老公不会做了一堆送人吧？哎，怎么了？哎，老公。啊？ 这就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跟我说这不是新矿物，不是谁？王总监，这个是我去宜良山出差时候带回来的。当时公司说从里头检测出了疑似新矿物，要关填矿区。我心想这石头挺特别的，就拿出了一小块做了只戒指，哄老婆开心的。宜良山？是啊，后来又说没有什么新矿物，我看他这么喜欢这戒指。 就没好意思跟他说。你不是跟我说这东西比钻石还珍贵吗？好啊，你姓王的，我不要了。哎，让你们见笑了。哎，老婆，小满，给我。苏姐，采访时间到了，我去占个好位置给你拍照。王姐，嗯，去帮我租一间实验室。实验室。 穆总，公司实验室的检测报告出来了。高林，请正宫。 这是我导师上次来中国考察的时候带回去的矿石样本，他在宜良山检测出了疑似新矿物的存在。穆总，正宫到了。你确定这是最终的检测结果？是的，穆总，我们都很遗憾，这次确实没有发现新矿物。 穆总，这个项目从我刚进公司就一直跟到现在。起初发现疑似新矿物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激动，但是后来经过各种研究测试，不下百种，都还是这样的结果。如果您不放心的话，您可以到实验室再全程重新跟进一次，只怕结果还是一样。一个连自己团队都不信任的人，将会失去民心。 一个不会赚钱的总裁，又优柔寡断、独断专行，将会失去什么？
通知下去，重启宜良乡项目。明白。你好，这是穆先生送的花和礼物。说不可以，整这些东西比出野外还费劲。算了，谁叫某位小朋友喜欢呢？配合下吧。工作上有很重要的事要忙，回来得很晚了，不用等我了。吃完晚饭早点休息。重要的事情？难道他看到我早上偷偷放在他包里的报告了？可以啊，挺能忍的呀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都给了报告了。为什么还要启动？